有时候，也许您就希望像这件的围巾一样，淡淡雅雅的，基底是奶油白，然后带着浅浅的紫丁香蕾丝，以及隐约的 Swarovski 的水晶。这件取名为《巴黎的枫丹白露》，极其的细致，100%的 cashmere，放在身上呢是非常的优雅以及温暖。献给品味的小姐们。一起过个美好的白雪圣诞，带他去旅行吧，一起见证你生命的所有美好时刻。